啊不，拍谁？我赶紧爆料。你妈怎样？像我妈妈个性就很火爆，她说要忍让那个婆婆，那个是不可怜的代志。Yeah, 结果她就是我爸是他喝酒，然后他就会他偷腥，就会嚼啊什么，就是嚼国骂这样。然后我妈妈就会去跟我那个阿妈投诉嘛，你看啦，恁囝啦哈。啊、我一个千金小姐呢哈，你看搞我叫那是什么货？我偷笑，偷笑，我两个人用叫过，叉叉叉安尼啦。然后我阿妈就要圆一下嘛，哎呦，阿爷哦，查甫人吼，阿都吼酒啉嘞吼，就会讲这吼。对啦，无迄个心啦。哈，什么查甫人啊哈？我来讲啦，你若无生着左囝啦，你若生着左囝哦，假用叫哦，你甲试看卖啦。哎呦，超凶啊！真的哇！那你妈也很有个性呢，就是比较硬了、啊，这样反而不会被人家欺负了。真的，所以你阿妈就点点嘛，对不？我阿妈就点点嘛，还是你阿妈都甲叫回去？是，我阿妈就啊，回去这小查某。